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赵晨。今天是2019年8月14日，星期三，欢迎您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赵 TV 新闻早报”，参与公众号互动话题讨论，您将有机会获得吉视生活频道全程热恋栏目的录制现场门票。也欢迎您通过吉视网和吉视通 APP 同步收看本栏目。好的，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松原、长春北部、四平西部、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区有小雨。今天省内大部分城市的最高温度在24度到29度之间，长春中雨转雷阵雨，最高温度24度，最低气温20度。好的，了解完天气，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央视新闻频道昨天推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特别节目《共和国发展成就巡礼·吉林篇》。我省发布防汛3级应急响应，各地多级联动，积极应对。四平迎来强降雨，消防紧急救援受困群众。受示威者集会的影响，香港国际机场13号下午暂停全部航班登机手续办理服务。吉林珲春市民在乘车途中偶遇野生东北虎，随手拍下视频，当地森林公安已启动虎豹保护应急预案。美国德州一购物中心蒙面男子扬言自杀引发恐慌，近期枪击事件频发，美国民众不安全感急剧上升。国际方面，韩国政府将日本从贸易白色清单中移除，并表示这是改善出口管制体系的例行做法。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台风利奇马对我省的影响。根据省防止提供的最新数据，从昨天早上8点到今天早上5点30分，吉林省平均降雨量为20.6毫米，降雨主要集中在四平、辽源、梅河口地区。其中，辽源市的平均降雨量为86.8毫米，四平市的平均降雨量为51.6毫米。我省最大雨量出现在四平市铁东区的山门镇，为184.2毫米。吉林省有关部门昨晚接连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城市内涝风险蓝色预警、洪涝灾害黄色预警、地质灾害黄色预警。今天凌晨4点07分，吉林省气象台已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预警。目前松原、江宁区、辽源、吉林西南部已经出现暴雨，部分地方大暴雨。预计到今天下午，上述地区仍将有20至40毫米的降水。省应急管理厅、省气象局、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自然资源厅联合提醒相关部门注意做好防范工作。昨天在我省降雨量最集中的四平地区，有部分群众被困，危急时刻当地消防救援人员第一时间赶到解救被困群众。昨天下午16点35分，四平市铁东区山门镇头道一队积水严重，多名群众被困村内。由于村里积水较深且水流湍急，消防救援人员只能手牵手涉水徒步向前推进。发现被困群众后，消防员立即展开救援，在两处高地之间架起绳索，并组织所有被困群众手牵手排成队，把住绳索艰难前行，最终成功转移被困群众5人，疏散群众25人。在积水严重的山门镇造纸厂家属房附近，同样有多名群众被困。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后发现，暴雨引发山洪，导致河水暴涨，河面水深约1.5米，水流十分湍急。救援人员将绳索系在树上，并携带救生衣和绳索滑到对岸，帮助被困人员依次渡河成功解困。昨晚6点，梨树县消防大队接到报警称，石家浦镇三家子村河水突涨，导致附近上山采摘的村民10多人被困河中间浅滩，其中包括一名孕妇和一个孩子。救援人员到达后发现，通往现场的道路桥梁被大水冲毁，救援车辆无法通过。随后，救援人员从小路行进，徒步穿越近2公里的玉米地、洼地、浅滩，迂回至距被困人员最近的河对岸。经过现场侦查，河水宽约10米，河道水流湍急，水深极凶，
此时雨越下越大，水位仍在迅速上涨，救援人员立即将救援绳索横抛至对面，在被困人员的配合下做好固定点，再由两名救援人员横渡至对面，在绳索的保护下，救援人员往返十多次，最终将包括孕妇、孩子在内的十名被困群众成功转移至安全地带。据介绍，截至昨晚九点，四平市消防救援支队共受理警情11起，出动执勤车辆15台，消防指战员60多人。现在的时间呢是晚上的9:20左右，记者现在的位置呢是四平市消防救援支队。那按照吉林省人民政府启动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的要求，四平市消防救援支队全勤指挥部全员在岗在位，随时准备处置紧急情况。四平支队在省消防救援总队的统一安排部署下，共安排240多人、30余辆消防车，到易发生灾害事故的地点进行前指备勤。一旦发生灾害事故，第一时间出警，第一时间到现场抢救。记者现在的位置呢是四平市铁西区东孔桥由西向东的方向。那由于这里的积水比较严重呢，所以交警部门对这里也是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那刚刚有一辆私家车呢，它是没有听从交警的这个指挥，要强行从这里通过，反而这个车呢是误在了水里。附近执勤的这个同志啊，发现这个情况，及时电台向我汇报，然后我抽调现场最近的4名警力，我们到达桥洞处，对他进行了现场勘查，这样的话就防止他二次打火，进行这个车辆损烟。我们这样驾驶员坐在车里，我们4名执勤民警从这个100米台外一直在桥洞里给他推到了这个高洼地带。啊，谢谢，谢谢啊，谢谢。好，环境环境水呀！谢谢。没事，应该坐。你下回要注意安全了。因为现场服从交警指挥啊。要听从交警的指挥，那个遵守交通法则。那有事就找交警，找中国人民警察。昨晚暴雨导致四平市内部分路段积水严重，当地交警在部分路段实行了临时交通管制，但在昨晚7:30左右，一辆轿车的驾驶员没有听从交警的指挥，强行的通过积水路段，随后车辆也是进水熄了火。好，那么目前四平市的雨情到底是如何？下面就让我们来连线一下本台记者白哥，来看看那里的情况。白哥你好。主持人你好，我这里的情况是这样的，那目前呢，也就是今天早上，四平市呢还是一直在下着小雨，可以说是下了整整的一夜。昨天下午1点多的时候，四平市开始下的雨，截止到今天早上的4:56吧，四平市铁东区的山门镇和老城降雨量是较大的，分别为181.4毫米和165.8毫米。昨天晚上7点以后呢，四平市区降水量有所减少，但是市区的不少低洼路段还是出现了积水。夜间暴雨导致的这个市区多个立交桥和低洼这个路段积水非常严重，最大的水深已经接近了1.5米左右吧。四平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呢也是在辖区内容易出现积水和内涝的路段进行了现场指挥，然后疏导交通。昨天晚上四平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呢是出动了警力160余人，设置了19个临时的执勤点位，摆放了多块这个警示标志和绕道行驶牌。截止到今天早上5点左右呢，他们是救助了群众25人。同时呢，四平市消防救援支队也是全勤指挥部，还有这个灭火救援专门人员吧，24小时全员在岗在位，在全市呢设置了6个闲置的执勤点，出动了240名指战员和30台消防车。截止14号，也就是今天早上的5点左右，四平市消防救援支队一共是受理警情15起，出动执勤车辆17台，消防指战员68人，转移被困群众150余人。那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好的，感谢白哥发来的消息。那么本台记者曲强昨晚也连夜赶赴四平双辽，密切关注当地舆情。下面我们就来连线曲强，来看看他那里的实际情况如何。曲强你好。你好主持人，截止到14日的早上3:30，双辽市市区降水量呢为44.1毫米，达到了大雨级别。降水量最大值呢出现在东明镇，达到55.8毫米，达到了一个暴雨的级别。目前双辽市的主体降水过程已经结束。14日白天呢，双辽市为中雨量级的阵雨天气过程。15日、16日会有分布不均的小雨天气过程。此次降雨呢，双辽市没有任何的灾害发生。我今天的凌晨4点呢，来到了此次降水量较大的四平市。在这里，我了解到13日的下午17:30，四平市防止呢下达了人员转移命令。截止到13日的21点，四平市共转移低洼易涝地段、棚户区、易积水村屯以及可能受台风洪水威胁的有718户、1696人，全部转移到安全地段，并做妥善的安置。截止到14日的凌晨4点，四平市呢除下川市立交桥和低洼地段有积水外呢，没有其他的险情、灾情和人员伤亡。水库方面呢，只有铁东区的一座小型水库塔山水库呢超汛限70公分。目前呢，四平市属于一个小雨的天气过程。主持人，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好的，感谢曲强从前方带来的报道。那么昨晚松原地区也迎来了强降雨，目前情况如何？下面我们来连线松原广播电视台记者宋志刚。志刚你好。主持人你好，从昨晚10:30开始啊，松原市区开始出现降水，截止到早晨4点多，宁阳区的最大降雨量已经达到了32.6毫米，而且降雨还在一直持续。对此呢，松原市住建部门呢组织人员连夜驻扎在可能出现积水情况的路段，连夜对这些路段进行排水，确保交通畅通。同时呢，对于城市内涝隐患呢，松原市还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随时监控涝点情况，配备抢险排涝设施，安排专职抢险人员及时处理涝点积水问题，同时采取措施提高各泵站运行效率，减少涝点积水问题。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这样。好的，感谢志刚的连线报道。那么昨天我省发布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多级联动，全力部署防汛工作。据省气象局分析预测，减弱后的台风低压道槽将与西风槽结合，于13日午后开始给吉林省带来明显降水。预计13日午后到15日早晨，四平中西部、松原东部、长春西部有暴雨或大暴雨，降雨量80到140毫米，个别地方可达150到220毫米，小时最大雨强40到60毫米。未来24小时呢，主要的降水在我们省的中部地区，降水的强度大、梯度大、雨势急。预计15号到16号，我们省中东部将受10号台风罗莎外围水汽的影响啊，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四平市13日上午发布了重要气象信息，向社会各界通报此次降水过程，提醒相关部门和城乡居民注意做好防御工作。同时于13日上午召开专项会议，调度气象局、水利局、住建局和梨树县、伊通县、双辽市的防台风、防强降雨准备工作情况。全市一共准备了26000人的抢险救援队伍，省消防、省森林消防总队还给我们派出了50名的前置救援力量，已经到铁东区驻防。受台风利奇马影响，从12日开始，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出现大范围降水过程，平均降水量为40.2毫米，达到大雨级别。但由于前段时间的高温干旱天气，使得林下土壤较为干燥，因此尽管降水量较大，但仍未到达土壤含水量的饱和值。当地气象局预计14日至16日将出现中到大雨，17日前后有阵雨情况。长白山应急管理局也启动相应预案，加强值班值守力度，每2小时对台风防御工作落实情况调度一次。7支应急救援队伍420人和其他应急救援队伍380人已经全部进入临战状态，一旦灾情发生，立刻出发进行抢险救灾。
从12日夜间开始，通化市出现中到大雨降雨过程。为做好台风防御工作，通化市实行市县乡村四级联动防范响应，将防汛措施延伸到乡镇村屯，层层落实，包保责任。镇村两级已经安排人员24小时值班，如果有强降雨或者突发险情，我们将第一时间安排人员疏散群众。松原市境内主要江河有三江一河，即松花江干流、松花江、嫩江、拉林河，水库21座，大型涝渠7片。为了应对台风利奇马，松原市储备了必要的防汛抗旱物资。此外，当地还组建近6万人的各类抢险队，组织水利、气象、水文等部门的76名专业技术人员为防汛抢险救援提供技术支撑。来自应急管理部的消息称，截至到13号16时，台风利奇马共造成浙江、上海、江苏、山东、安徽、福建、河北、辽宁、吉林9省市1288.4万人受灾，204万人紧急转移安置。根据统计，这次台风还造成1.3万间房屋倒塌，11.9万间不同程度损坏，农作物受灾面积996千公顷。各地4.2万余名消防指战员共参加抢险救援6382起，营救遇险和疏散转移被困群众12447人。受示威者集会的影响，香港国际机场从13号下午4:30开始暂停全部航班登机手续办理服务。示威者的行为严重影响了旅客出行。香港机场管理局发布消息称，受示威者在机场集会影响，客运大楼运作严重受阻，航空公司将就未能完成航班登机程序的旅客做出安排。But closing down public facilities like an airport or a railway station,I don't necessarily support that. Yeah, there could be a bit of a negative impact here. A lot of people know about it. So I feel like, yeah, there would be some impact. There would be some impact. Hopefully the city can get over it pretty quickly. 6:30的取消了。那怎么办？改航班呢？能改到今天的还是明天的？我现在还没改到呢。我现在主要就是想回家。因为我看这么多人都在这里围着，有点吓人嘛。我上次来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回去又遇上了。昨天，香港警方再次召开记者会，警方表示12号逮捕了一名涉嫌在8月5号活动中行为不检的男子。13号共有19人检控，罪名涉及暴动、非法集会以及使用镭射枪袭警。警方称，从6月开始的示威活动至今，已经有171名警员在执法过程中受伤。警方呼吁市民要与暴力划清界限，积极配合警方的执法工作。香港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谢振中表示，近日示威活动令警民关系紧张，警方无端受到骚扰，将会影响正常的办案工作。警方呼吁市民理解并支持警方的工作，不要因为对警方有情绪而影响执法工作。香港一直以来都是亚洲甚至是全世界其中一个最安全的城市。为什么安全呢？是因为我们有30,000个尽忠职守的警务人员日以继夜的执法，同埋有广大市民大众的配合和支持。在这2个月多次的大型游行示威之外，这些日常服务市民的工作警察并未有停止过。如果因为有部分的市民对警察不满而阻挠这些日常的警务工作，只是会影响了需要这些紧急服务的市民。香港警方强调，近期示威者的暴力行为不断升级，包括包围警署和投掷汽油弹等，警方不得不用适当的武力去应对。世界上没有一个文明的社会是可以允许暴力的示威者故意袭击警务人员和警署的。警方呼吁香港市民要同暴力划清界限，与警方一同重新恢复社会秩序。请守法的市民认清，任何方式的包装都不能够遮盖示威者无法无天的面具。示威者的暴行暴力只会影响社会的秩序，带来伤害无辜市民的悲剧后果。
十一号晚上，有极少数暴徒在香港长沙湾警署、尖沙咀警署、湾仔警察总部等地向警察投掷汽油弹，导致警员多处烧伤。国务院港澳办新闻发言人强烈谴责这种丧心病狂、不计后果的严重犯罪行为，并强调必须坚决依法打击暴力犯罪行径。连日来，香港激进示威者屡屡用极其危险的工具攻击警察，已经构成严重暴力犯罪，并开始出现恐怖主义的苗头，这是对香港法治和社会秩序的粗暴践踏，是对香港市民生命安全的严重威胁，是对香港繁荣稳定的严重挑战。对这样的暴力犯罪行径，必须坚决依法打击，毫不手软，毫不留情。我们坚决支持香港警队和司法机构果断执法，严正司法，尽快将违法犯罪分子绳之以法。我也要在这里呼吁，香港已经走到了一个重要关头，所有关心香港前途的人都应该坚定地站出来，向一切犯罪行为说不，向一切暴力分子说不，止暴制乱，恢复秩序，这是香港当前压倒一切的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新闻早报，热点早知道。8月12号晚上，珲春居民杜斌在乘车途中偶遇一只野生东北虎，并随手拍下了当时的情况。没想到这条视频随后在网上迅速流传了起来。看不起人吗？这是老虎，是老虎吗？老虎，老虎，老虎。老虎，哎，真是，真是老虎，看着老虎了，老虎都下山了。根据视频拍摄者杜斌的介绍，当晚7点10分左右，他乘坐的出租车行驶至珲春市哈达门乡马迪达村附近时，一只东北虎出现在道路右侧。在短暂的对视后，东北虎从道右侧缓慢走到了道左侧，并消失在黑夜中。然后司机发现了好像是道边有什么东西，然后挑头回来就驾驶到离这个老虎能有10米以里的那么个一个位置，然后就停下了，我们就拍视频。然后这个老虎，我就是看它不是那种成年，就是有点小的那种，它也不怕车，开始是在道边趴着，然后趴着就是瞅了我们一会儿。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哈达门乡三道沟村和马迪达村之间。那么根据市民杜先生他的回忆，那只幼年的东北虎大概就盘踞在这个位置左右。经历了一夜的降雨呢，我们很难在这里发现东北虎的足迹，而且也就是这只东北虎在这里盘踞了几秒钟之后，和咱们的市民进行了对视，然后随之便消失在了茫茫的山林之中。据珲春森林公安局介绍，看到该视频后，森林公安民警立即对该事件进行了调查，目前确认视频中是一只亚成年野生东北虎。老虎出没的区域就是在哈达门乡东方红至马迪达村附近的公路，现在老虎已经返回这个区域的山林中。目前我们警方正在安排警力在这个区域进行警戒巡逻。12日晚，珲春森林公安局第一时间启动虎豹保护应急预案，安排出动警力在附近村屯开展安全提醒宣传，在相关区域内进行警戒，防止出现人伤虎、虎伤人事件。我们都说交通安全无小事，可总有人不把安全当回事儿。前不久，在河南兰考，有一名年轻的妈妈竟然怀抱一名幼童开车。而在重庆，一名司机将油门当作刹车，撞向了一辆婴儿车。这是在兰考街头，注意看，这辆车竟然开出 S 型，警察怀疑司机酒驾，立即拦截检查，结果发现司机竟然是一个年轻妈妈，怀里还抱着幼童。她说小孩调皮哭闹，只好抱着开车，这心真够大了，万一一个急刹车，孩子的脸不正好磕在方向盘上吗？交警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并且做出相应处罚。
重庆的这个小宝宝更危险了，坐在婴儿车里竟然也会被车撞，娃娃直接掉到了路面上，越野车撞在电线杆子上才停下，女子抱起孩子瘫坐在路边。查看孩子伤情，越野车司机从车内摇摇晃晃走下来，看起来头部伤得不轻。我们都看到那个小娃儿哭得很凶，脑壳都有双个包了，然后看到那个大人来，然后也在地上，你可能遭扯查了嘛，然后给了一哈儿，那个驾驶员他都蒙到头出来了，然后都有很多血，看起来还是有点严重。原来这名司机当天借朋友的车开开试试，但是对车况路况都不熟悉，手忙脚乱导致事故发生。上车之后啊，发现车辆左前方有行人通过，啊，在紧张的情况下错把油门当成了刹车，啊，导致了事故的发生。万幸的是，事故中的当事人包括那名小婴儿都只是受到轻伤，而四川江油的这名老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大半夜一个人撑着伞走在马路中间，结果被车撞了。司机袁某赶紧下车查看，并且拨打报警电话，而这位老人呢就一直坐在马路中间。五分钟之后，一辆白色小车快速开来，将袁某和老人都撞飞了，随后肇事车辆逃逸，警察立即布控，结果又遇上了一个追尾事故现场。追尾的白色小车已经无法移动，经过辨认，这辆车正是交警在找的肇事逃逸车辆。司机虽然已经逃离现场，但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呀，交警很快查到了司机的身份。不晓得新疆人啥子，你敢晓得新疆人啥子，我这样的案子醉驾。这个名字在场的主办民警秦伟并不陌生。2017年10月，他办理过一起交通事故案件，涉案当事人正是清小某。当时清小某醉酒驾驶交通肇事，被判拘役3个月，吊销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没想到不到2年时间，清小某无证驾驶上路，又出了这样的事故。撞了人，我在你的印象中，你感觉到是撞了几个人？我身上是看到，只看到一个嘛，就是这个头发这儿，就是头到过撞到人的地方嘛，是不是？被撞的老人经过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而袁某仍在 ICU 病房抢救。刚才这位肇事逃逸的司机受到了相应的处罚，而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侯某在肇事后选择了主动报警，不过警察却觉得这起事故是疑点重重，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哎呦我，负主要责任的驾驶员下车第一句话就是：“这不是张哥吗？”明明是自己是事故主要的责任人，对周围群众大声说：“白色越野车驾驶员未警察，存在酒后驾驶行为。”即便是警察，只要酒后驾驶，该抓也得抓。交警立即对两名司机都进行了酒精检测，结果发现两人都没喝酒。可能不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于是我将事故双方当事人传到西街派出所，并调取了主要事故责任人侯某的行车记录仪视频。行车记录仪显示，侯某看到前方白色越野车向左转弯的时候没有减速，直接撞了上去。哎呦我！警察又调取他们上车地点的监控录像，事故原因更加清晰了。案发前，犯罪嫌疑人胡某手拿车钥匙，一直在这辆白色越野车前徘徊。在白色越野车驾驶员准备开车时，胡某立即向自己车跑去。侯某发动车辆时，他的女友还在进行劝说，侯某根本没有听进去，开车直接撞上了警察开的白色越野车。原来侯某2018年曾因殴打他人被当地派出所行政处罚，当时的办案民警正是白色越野车的司机张某。侯某当晚看见民警张某正在吃饭，就怀疑张某肯定会酒后驾驶，随后精心策划了这场车祸，想要报复。这下好了，他被批准逮捕。我和我的祖国。
下一首赞歌，我歌唱每一座高山，我歌唱每一条河，袅袅炊烟，脚下村落，路上根据省防止提供的最新数据，从昨天早上八点到今天早上六点三十分，吉林省平均降雨量为21.9毫米，降雨主要集中在四平、辽源、梅河口地区。其中，辽源市的平均降雨量为88.5毫米，四平市的平均降雨量为54.4毫米。我省最大雨量出现在四平市铁东区的山门镇，为186.4毫米。吉林省有关部门昨晚接连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城市内涝风险蓝色预警、洪涝灾害黄色预警、地质灾害黄色预警。今天凌晨4:07，吉林省气象台已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预警。目前，松原、江宁区、辽源、吉林西南部已经出现暴雨，部分地方大暴雨。预计到今天下午，上述地区仍将有20至40毫米的降水。省应急管理厅、省气象局、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自然资源厅联合提醒相关部门注意做好防范工作。据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松原、长春北部、四平西部、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区有小雨。今天省内大部分城市的最高温度在24度到29度之间。长春中雨转雷阵雨，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20度。受台风利奇马影响，8月14至15日，长春至梅河口的 K7579、长春至辽源的 K7571、K7575、K7573、K7577次列车停运。长春站提醒已购车票的旅客，如未换取纸质车票的，请在网上自助办理退票。已换取纸质车票的旅客，可在30日内到全国各站售票窗口办理全额退票手续，不收取退票的费用。那么，并请旅客密切的关注铁路12306网站公布的列车运行信息，合理的安排自己的行程。省内高速局部路段受到强降雨影响，采取了管制措施。长城高速双辽南站因缓解纳木斯收费站出口车入口处是关闭。那么，长深高速桑树台至双辽东段、大广高速长岭至双辽北段因下雨限制7座以上（含7座客车、大件车、危化品车）通行。那么，昨天。昨天上午10点，央视新闻频道推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特别节目《共和国发展成就巡礼·吉林篇》，奋斗吉林、开放吉林、魅力吉林、精彩吉林。1个小时的直播时间，既有新中国汽车工业摇篮的历史与厚重，也有冰雪产业发展和新农村、新农人的活力与激情。吉林不止一面，让我们共同回顾一下亮点纷呈的吉林事件。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欢迎收看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型直播特别节目《共和国发展成就巡礼·吉林篇》。
共和国发展成就巡礼吉林篇以急流勇进正当时为主题，通过对吉林省经济发展、产业布局、农业现代化、生态保护、科技提升等方面内容的展示，全方位多角度展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吉林振兴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在节目中，央视新闻频道演播室与吉林省的吉林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一汽解放总装车间和查干湖下补三个现场进行了直播连线。我现在所在位置呢，就是吉林省吉林市吉林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在这里呢，首先我要和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来分享一下我们现在的温度。大家看，看到了吗？我口中的哈气，这里的温度非常凉啊，足有零下十几度。为什么在这里，在吉林市有这样一个四季如冬的越野滑雪场呢？我来告诉大家，这首先呢是为了备战北京2022年的冬奥会，为我国越野滑雪项目啊培养后备的人才，从而来弥补这个项目上的一个短板。那现在这里就是一汽解放的总装车间，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边呢，这条就是解放卡车的生产线。这一辆即将下线的新车就是第7,248,906辆解放卡车。那么在这个车间里头有两条生产线可以同时开动，一条线的长度呢是307米，每过4分半就可以有一辆新车下线。今天我们要给大家看的是查干湖的夏季捕鱼，也叫做明水捕鱼。顾名思义呢，就是在不结冰的水面上进行捕捞。那这个时期呢，是从每年的4月中旬到10月末，其中啊，从6月20号到7月末是一个查干湖的禁渔期。那这个呢，是为了保证湖中的鱼类繁殖。这里是中车常客的地铁装配车间。最新一批出口以色列的，除了现场直播连线，节目中还通过新闻短片和景观短片，从不同角度展示了长春轨道客车股份公司的双铁名片、吉林一号卫星、吉林化纤碳纤维等吉林新产业、新动能、新成就。在轨数量已经达到了13颗，可为农林生产、环境监测、智慧城市等领域提供遥感信息服务。同时，来自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带来的自拍报道，展现了吉林走在现代农业排头兵道路上的发展和变化。Hello， 大家好，我是张楠楠，一名90后农二代。我的家乡北纬43度不可复制的万昌水稻小产区。我身后的呢就是植保无人机。我们农场现在耕种、管收四个环节已经实现了全程的机械化。以前养鹿靠经验，一年来也赚不了多少钱。现在养鹿靠科技、靠数据，每头鹿从养殖、加工、检疫到销售都有全产业链的可追溯体系。以前我们12个人一天生产3000多个菌包，现在9个人一天就能生产30,000多个菌包，那可真是鸟枪换炮，一天一个新变化。大气精美的景观镜头将白山松水黑土地尽收眼底。从峰峦叠翠的长白山脉到万顷碧波的松辽平原，吉林之美美在深沉致远。从历史久远的渔猎文化到虎豹长啸的绿色生态，吉林之优优在共生和谐。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让全国观众看到了查干湖保护生态和发展旅游相得益彰，也感受到吉林工业发展正在积蓄的力量。可以四季滑雪的雪场让吉林助力冬奥，沃野千里的大粮仓丰收在望。不只是央视，央广中国之声也在今天下午13点推出特别节目《共和国发展成就巡礼吉林篇·白山松水看振兴》。壮丽70年，吉林这个老工业基地创造了一个个辉煌。奋斗新时代，吉林在振兴之路上激情满怀，斗志昂扬。下面来看一组省内新闻速览。作为本届博览会的重要展览之一，第8届东北亚国际书画摄影展将于8月22日至9月6日在长春东北亚艺术中心举办。展览共设19个展馆，展出作品2000多幅，包括光影彩墨李乾宽、肖桂云绘画作品展、丝路画语一带一路沿线56个国家绘画珍品展等。届时还将举行东北亚艺术交流与文化产业发展高层论坛等系列活动。近日，国道 G232 牙克石至四平公路大安嫩江大桥项目完成桥梁主体工程，正在进行主体工程沥青桥面铺装、扶栈建设和护栏施工，计划今年9月竣工。
大安嫩江公路大桥项目横跨吉黑两省，全线长2640米，投资近5亿元，起点位于大安市造船厂大门附近，终点位于黑龙江省赵源县建民村。新闻早报，新闻全知道。国际方面，月初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和俄亥俄州连续发生严重枪击事件，再度引发美国社会对枪支暴力问题的担忧，美国民众的不安全感再度急剧上升。11号在德州休斯敦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的一幕就让当地人再度受到惊吓，一名蒙面男子在购物中心内扬言要自杀，引发恐慌。据警方透露，当天这名蒙面男子在购物中心的餐饮区内跳上一张桌子，称自己要自杀，然后朝地上扔了一个不明物体，引发恐慌。民众担心这名男子携带了枪支或爆炸装置，四散逃避。Within seconds, a wave of people just start running, pushing everyone, and then management just said, "Get out, just run, just get out," including employees. 当地警方表示，这名蒙面男子也在混乱中跑了出去，两人受轻伤。事发时没有目击者听到购物中心内有枪声或爆炸声。目前警方仍在追捕这名男子，并对这名男子扔的不明物体进行了调查，以确认该物体不是爆炸装置。None of the witnesses said anything about fireworks. In the chaos, people may have just assumed it was an active shooter, but there is no evidence that there were shots fired or firecrackers. 本月3号，德州西部埃尔帕索市一家沃尔玛超市突发枪击事件，造成22人丧生，20余人受伤。4号凌晨，俄亥俄州戴顿市又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包括一名枪手在内的至少10人死亡，另有27人受伤。近日，美国迎来的开学季，由于枪击事件频发，不少美国的家长因为担忧孩子的安全，纷纷购买一种名为防弹书包的产品。史蒂夫·内尔默经营的公司从2015年开始制作防弹书包。受3号、4号接连发生在阿尔帕索和戴顿市的两起枪击事件影响，加之美国迎来开学季，近日前来购买防弹书包的人越来越多。然而，这种防弹书包热卖背后的原因也让人十分无奈。Some of them say to me, and I agree with them, the world is, I can't believe the world has come to this. I have to send my child to school with a bulletproof backpack. The other half say, you know, it's something that is probably necessary in the event, you know, that there is an active shooter incident. 据防弹书包制造商介绍，这一产品经过了安全检验，并有防止不同威力子弹的款式。此外，生产者还针对儿童和成年人分别设计了不同的款式。而这种防弹书包的价格也不低，儿童款式的价格从129美元到149美元不等，一些成人款式的价格则达到了199美元。Could you imagine a whole school full of kids talking about we got backpacks that's bulletproof? And what about the parents that can't afford that? I'm willing to spend that much money. Do I have that much money to spend on it? No, I do not. But am I willing to work the hours and the time to do what I have to do as a mother to protect my child? I will. 防弹书包的价格是一个问题，而这种书包的热卖现象当前也引来不少质疑。人们一方面怀疑防弹书包能否真正保护到孩子，同时人们也指出，防弹书包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实际上，一直以来，尽管美国社会的枪支暴力是一个众所周知且急需解决的社会难题，但由于这一问题长期被政治化，且相关利益集团寸步不让，控枪在美国依然成为一个几乎无解的难题。目前，面对频发的枪击事件，美国家长普遍感到无助。这些无助的家长急于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答案，显然防弹书包只能为他们提供一种精神上的慰藉。Shouldn't have to come to selling bulletproof backpacks. That just goes to show what type of society we live in today. 当地时间12号，韩国政府发布了新版的战略性货品进出口告示修订案。将日本从出口程序优惠国名单，也就是韩国的贸易白色清单中移除。韩国政府表示，这是改善出口管制体系的例行做法。韩国政府12号当天发布了新版战略性货品进出口告示修订案。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程允模在记者会上介绍说，新版修订案中将享受战略性货品出口优待的甲类国家分为甲一类和甲二类，日本归为甲二类，其他国家则为甲一类。据介绍，甲一类享受与以往相同的优惠待遇，而日本所在的甲二类则不享受优惠待遇。实际上，新版修订案中的甲一类，也就是目前的韩国白色清单，在移除日本后，韩国的白色清单共包含28个国家。据悉，该新版修订案将在经过20天公开意见征集阶段后，于9月开始实施。程允模表示，如果日本政府在意见征集阶段提出交涉，韩国政府愿意随时予以回应。7月初，日本宣布对出口韩国的半导体材料加强审查与管控，遭到韩国方面多次抗议。本月7号，日本政府又发布政令，将韩国从安全保障出口管理上设置了优惠待遇的白色清单中移除。这一举措意味着韩国从日本进口货物需要更多的手续，也将花费更多的审批时间。对于日方的做法，韩国方面认为，日方是不满韩国法院判决日本企业赔偿二战期间遭日企强征的韩国劳工，从而以这类手段政治报复韩方。对此，日本方面一直予以否认。位于比利时的天堂动物园传来好消息，8号旅居在那里的大熊猫好好顺利产下了一对龙凤胎。据比利时天堂动物园报道，大熊猫好好8号顺利产下一只雄性幼崽和一只雌性幼崽，可谓一对羡煞旁人的龙凤胎。这是大熊猫好好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孩子。动物园表示，大熊猫一次产下两只幼崽的情况非常罕见，两只粉嫩小家伙的诞生令所有人喜出望外。在生完孩子后，大熊猫好好表现出了强烈的母性，细心地舔舐着自己的孩子们，连饲养员也称赞好好是一位非常棒的母亲。动物园还说，这对龙凤胎出生在8月的第8天，而8在中国文化里是一个吉祥的数字，伴随着这吉祥的预兆，大熊猫母子都平安健康，等待他们的将是幸福美满的生活。作为中比两国的友好使者，大熊猫星辉和好好2014年2月23号抵达天堂动物园，他们将在这里旅居15年。2016年，好好产下与星辉的第一个孩子，一只雄性幼崽，起名天宝。作为当地海洋节庆祝活动的一部分，当地时间10号，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西部附近的一个小村庄举行了热闹的泥沼足球赛。泥沼足球赛的赛场是一块室内足球场大小的泥潭，因为泥潭里的泥浆又黏又滑，正常行走都很费劲，跑着踢球就更难了。但即便如此，现场比赛仍是非常激烈，只要能抢到球，队员们在泥地里摔跤甚至翻滚也是很开心的。此次比赛共有20支男队和4支女队参加，他们来自白俄罗斯各地，虽然都不是专业选手，但他们都有着对足球的极大热情。Сюда приехали, любя футбол в первую очередь. Никогда никаких успехов больших мы не достигали, даже на районном уровне. Но мы верим в футбол, любим футбол и считаем, что болотный футбол как раз для нас. 海量资讯，精心梳理，热点新闻，理性分析，重大事件，深度解读，实用信息，贴心送达。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省内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我们来看官方微信公众号找 TV 新闻早报，参与互动话题讨论，赢取即时生活频道全程热烈栏目的录制现场门票等奖品。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